好累呀，第一真厉害。充上电了。感觉出寒家去他跟他朋友玩了，去吃饭了好像。我一个人在孤单的房间看着跑男，一会儿我要啃我买的压缩骨，哈哈。今天我收到一封信，谢谢医生的大赏。哎，开心，好爽啊，好爽啊。我是来干嘛的？他明天不是要回杭州了吗？我来陪他睡一觉。不，我来陪他，陪他一晚上。要不然我们俩下一次就是七天以后再见了，太久了。然后就今天来陪他，陪他住一天。到时候见，你的敌友小芳。所以我特地不需要穿了一件我们家祖传的西装，是我爷爷当年见我奶奶的时候。你说的好像也是。你在这住一次。这是他姐姐的家，又不是他家。但是咱们就是说吧，这个环境是真的，就是说比我们中心好上一个一千倍。我觉得就是我们努力打工，早晚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自己搞一套这样子的房子，租一套，买一个，买是不可能的。因为这里还是离上海市中心很近。真的很好，什么汤臣一品啊？不是汤臣一品。你要请我吃吗？我请你吃个冰粉吧。你买单吗？我买单，多少钱一碗？哎，已经有人在那了。让我老婆养我吧。你是朱安家富婆。哎呀，我头发都被帽子压扁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也是播，你也是播。我也是。嗯。晚安，晚安。我觉得这个头发配我不化妆，感觉有点嫩。没有那么漂亮。只有一位，你的笔友是不是穿了帅气的西装？不好，我有点不喜欢他了。我还知道你会穿一条红色的裙子。大慧先去了上海，先去了杭州，然后他爸爸妈妈让小慧也去杭州。吃完了没吃呢？我刚刚买了鸭锁骨放在那，还没准备开始吃呢。先看一会儿跑男，喜欢这个跑男。我陪小辉什么？不啊，还有上海在隔离呢，我杭州肯定要隔离呀、啊，不行，不能跟他一起，等什么时候不用隔离了再去。见家了？没有，姐姐不在家，而且早就见过她姐姐了，几百年前就见过了。我跟她姐姐关系可好了，我们俩经常微信聊天呢。找人配把钥匙，这房子，人家是密码锁好吗？真的就是说，这个楼里费是非常的高级的，就是上楼要刷那个电梯卡，上来呢要搞这个密码锁。咱们就是说朱涵家直接把这个密码告诉我了，我是真的是他的一个大大大的好朋友。到了。
还有谁？还有谁能把家里的密码给我？哼！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带人家来注意信息。四月十三日的中午，我们不见不散。你的笔友小芳，都是锅，都是草。来来来，你看看我。你啥呀？一模一样。行了行了，今天就是说跟大家浅见一面，然后我就要开始我自己一个人的狂欢了。你知道吗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，然后开着空调，然后我还买了压缩锅，自己在这待着。我去，我不要太开心，真的很开心好吗？主要是你们现在看我很无聊啊，我要是自己在这玩的话，然后你们看我很无聊的。中考成绩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没有嫌你们烦啊，嫌你们烦我就不会开播的了。没有嫌你们烦，其实我觉得我今天不太漂亮。年中考，中考加油。在哪儿？我在朱寒家姐姐的家里。我来陪他睡一晚上，然后呢他人先走了，我就先在这里等他回家。我是一个一个我算什么呢？这是可以说的吗？算什么呢？谢老爹超级帅的鸡腿大礼包，谢你的鸡腿们，感恩的心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是可以说的吗？没告诉你，你不是正常都要睡觉了吗？妈妈，妈妈，你先休息啊！忘了，我妈在呢啊！我妈在呢，我亲妈，我妈对你们。每个人都了如指掌，你们好好发言哦。秋如姐，天天还是担心，我好喜欢别人叫我秋如姐。妈妈。我们两个去微信视频吧。那你觉得谁有可能是你的笔友呢？妈妈，我们微信视频去吧。一身帅气的西服，好不好？妈妈，你想不想吃鸭锁骨啊？我刚刚给自己买了个鸭锁骨，要不然我给你买一个。外卖给你送过去。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等下播就说没有啊，我要去给我妈妈买鸭锁骨了。你减肥，你不要减肥，我只能我自己减肥。就是你要越来越胖，我在你身边才会显得我瘦，好吗？谢谢巧克力，巧克力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头上长了东西，什么？长了腹肌。狗狗身上长了腹肌，酒店身上长满了腹肌，厌倦没有，对你的爱像拖拉机上山，轰轰烈烈。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的肝，你是我的心肝大宝宝。先素颜，自从染完这个头发，我都没有怎么素颜直播过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化妆好看一点。这个颜色的头发不是很显白，我觉得。行了，你们播到11:11，我们光棍的时间下播，怎么样？我的妈呀，我这名字，为什么不行？你看我的爱好摄影，
摄影、文学、个人标签、军艺毕业、北京求学，我的爱好钓鱼、运动。那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周末了，要好好休息，要早点睡觉。咱们的兴趣不能让我耽误你们休息。钓鱼。对，再看跑男。厨艺。从小看到大。厨艺。你先睡了啊！别睡呀、啊，我要跟你指那个视频呢。周末没有怎么？没我了，二十几年不也活得好好的？哎呀，我今天不好看，别看了呗。等我好看了你再看呗。好看不好看？不好看。你觉得好看？你们这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，真的不好看。不好看的，要是好看我肯定不下播了呀，我肯定多播一会儿，就因为不好看我才想走呀。你们休想骗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哥们儿。之前我都是比较客气的，但是今天不是找对了才行。不，这一季为了小黄金，我说真的不好看啊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搭档是谁，所以都根据大家刚才进场的顺序随机组成自认为的搭档。是凯哥和侮辱我的审美。第二个是 baby 和周深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每次来都跟他一起。没有不爱。宋妍霏和沙哥。来来来，侄女，我来救救。我只是不化妆，没有自信。等我化妆，我就一个大自信。的一个大动作，好吗？给你们看我今天的穿搭吧，我觉得我今天穿搭非常好看。哎，好像给你们看过这个朱涵家，我一定要说说她。这个女的拿走了我的，拿走了我两个腮红，一个腮红都没给我留，我真的谢谢她，我真的栓 Q 她。给你们看我今天的这个穿搭，哎，这哎呀，真是，是不是？这个裤子显得我腿很长。老板，给我倒点啊！来来来，这个发型真的好自然。对他不每天就在这个地方开始给你们跳舞吗？他每天在这个地方给你们扭来扭去，是吧？我经常在这看他们扭，看他在这扭。我来摇一圈，我就算了吧，我觉得，我就算了吧。他太性感了，是的呢。都不知道他天天跟谁学的，跟那个抖音谁学的，天天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扭是跟我学的。在登船之前，你们需要完成问答挑战，挑战成功跟我学的。一条线索和一次验证，我教他那么扭的。来帮助大家分析并调整搭档。验证机会是告诉现在的搭档。我不能扭，我的腰就是扭坏的，我不能再扭了，我真的腰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希望他可以收着点，真的腰很容易坏掉。我的腰好不容易养好了，哎呦，还是有点痛，还是不能太往后。要这样扭坏？不是啦，我的腰是怎么扭坏的？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扭坏的。能懂吗？反正我觉得排序这，就是我喜欢嘎嘣嘎嘣的，让它响，发出声响，然后有一天就弄坏了。没经历过八十年代青春，我那时候是。baby 好好看。baby 和周深。
baby。尽可能得答对一下啊！来，我们的好消息，会是什么类型的？示范完又扭歪。我们能看呢、啊。baby 好好看，白鹿也好看。好，马上要喂两个。真好看。我小的时候的梦想，就是我小学的时候的梦想，就是想去参加跑男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梦想，梦里啥都有。我一直在看跑男，真的，我看了多少年了？九年了。哎。跑男多好看，我喜欢看跑男。这首歌叫什么？噔噔，雨蝶。你们实际年龄是九零后了吗？那我就是一整个大下播了，我要下去还充电宝好吗？我刚在楼下见过一个充电，玩过四名牌，当然玩过啊，上小学的时候在操场上玩四名牌。那我走了哟，拜拜。kiss kiss， 拜拜。